这边不能出这种声音啊！不要告诉你。你没放好，张嘴，放好了，听着，张嘴。完了，放好了之后再吸气，Go。你这个嘴角不能漏气啊，嘴角不能漏气，再来。怎么低头？低头，这是45度角啊，就这么拿着，别动，吹。好，吐，吸气。Three，别动啊，再吹三声。吹长，不行。三拍，这才两拍。你别出尖音，很好，这个算一声啊，没有这个长度不算一声，别动，Go，最长不算，这也不算，你这个嘴啊，得往中间并，完了这两边争取别，争取别漏气，这得定张嘴张嘴。张嘴，哎，再含一点，45度角，吹。45度角啊，你看，这叫45度角。完了，那这嘴你要并住，看。你也对，你这个嘴角不能漏气，你这样的，你这个吹时候的，这个手拿着，这个吹的啊。你用去手去感觉这个两边都不漏气，不漏气就对了。来试一下吧。我的胃酸这里没有一个黑的像你的。一会儿我给你放。别那么抬头，我不跟你说每次45度角吗？